唐诗咏同王心咏呢日出席活动，提到心咏过几日就生日，唔知会唔会约埋马国明一起庆祝呢？我的生日咧就咁啱同颁奖礼好近，所以其实大家都好忙，咁未决定点样庆祝，其实都系好简单，可能食餐饭就算了。因为近排系太多啦，又圣诞又新年咁样，所以系咯，冇乜特别去搞啊。我亦都唔系一啲好中意搞开 party 啊嗰啲嘅人嚟嘅，所以系咯，简简单单就得。同一日嘅夜晚，心咏就俾人发现带埋马明同屋企人食饭啦。咁唔知道过年会唔会都带埋马明翻乡下呢？哇！带佢翻乡下就好似隆重咗啲，我惊佢俾我啲亲戚围住走唔到啊！太早啦，咁我谂首先可能会去佢屋企度拜年先咯。咁你话翻乡下就迟啲先啦，有机会先啦，系啦。有份候选最佳女主角的唐诗咏早前就获旧爱洪永城投票支持，仲话诗咏是她心目中的最佳女主角添。系呢、這个一定要多谢她啦，即系冇估，冇谂到她会记得投票啦，咁亦都好系咯，多谢你。好特别咁样支持我咯，好多谢她啊，系啊。点解攞奖要考虑复合嘅？我想隨緣啦，即係復唔復合呢啲事，我就覺得即係又未發生，又冇發生，咁啊就唔去諗啦。